走几步就百货公司，这应该是百货公司吧？好大间啊！来星巴克要水喝，还打了这个，好有趣，太用心了吧！这也不用钱。这边有 Whole Foods 跟 Trader Joe's，觉得超赞哎！如果要在这边住很久的话，而且那个地铁站也很多。等一下，路过这间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太酷了吧！好大只哦！感觉纽约大学好像跟一般大学不太一样，好像整个开放空间，这边好冷清。我现在已经彻底的成为美国人，还是只有纽约才会这样？就是随时没车就穿越马路。反正昨天我晚上回去的时候，就整个一大群人在警车面前穿越马路，警车也没有要抓的意思。经过了这个是什么？语言跟文学大楼，他们真的是很开放式。但是感恩节都关着很正常，但是这个看起来也太冷清了吧。哦，这个建筑好漂亮。我觉得纽约这边的人都还蛮亲切的。我刚刚路上遇到有人在洒水，应该是洗地板吧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走过去，因为他看到我要走过来，他就把水关掉，而且他也有对我微笑，就是示意的意思。反正我觉得走在路上的人，只要是美国人，亚洲人不太会，亚洲脸孔的人不太会，但是那个如果是白人的话，基本上都会微笑打招呼。这间不知道是什么，拍一下，虽然我没有往这边走。华盛顿公园逛逛，反正很近。哦，那边有餐车哎，是不是又有一个没有喷水的喷水池？哦，我刚还在想说，不是有一个大拱门吗？原来拱门在这。风好大，我需要晒个太阳。这不是喷水池哎，这是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。中间应该是可以喷水，只是人可以下去。这个景真的很漂亮哎，上面有十字架，是教堂吗？现在有太阳，好温暖，太赞了！我刚刚正要按录影，就突然有个人来跟我要钱。他没有穿鞋子，他说他需要20块钱买鞋子。不过现在公园蛮多人，所以也是挺安全。我刚刚说我没有带钱，因为现在那个美国要钱根本要不太到吧？就算真的需要的话，因为大家都是刷信用卡。继续到处要钱。
他记忆力很差，我刚刚原本站在 原本的位置，他就没有继续来跟我要钱，然后我现在换了位置以后，他又跑来跟我要钱。大群鸽子，我不知道我拍不拍到，他们一直绕圈圈。这边好多人遛狗，我们发现对面是不是比较拍得到啊？但面向阳光，我的眼睛好累哦，感觉人越来越多。完全是被鸽子包围，为什么要从我头上飞过去？有人在帮狗狗拍网美照哎，他刚刚有转过来，现在转过去，应该要叫他的名字才对。他坐在那个圆圆的地方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危险。他有穿毛衣耶，太高级了吧？这该不会是王美狗狗吧？然后我就错过了，我不知道他是王美狗。差不多，该回我的 Airbnb 了。先回去拿我的行动电源，我行动电源剩下一格，那我想说我今天要去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就把它充饱再带出去。现在大概十点了，很难在路上遇到同学耶，路上的人可能都不是同学。啊，对，我刚刚坐在那里拍照的时候，就突然有一个小妹妹，美国人，跑来跟我聊天，好可爱。她就说太阳这么大就不像冬天了。我想说你不觉得很温暖很好吗？太阳那么大就不像冬天了，有够可爱的。对面就是 Trader Joe's， 然后 Trader Joe's 旁边就是昨天在时代广场排超长的那个 Joe's Pizza。 我今天还想，我等下中午想要去时代广场吃那个，但如果吃不到的话，我可能再查他晚上开到几点，不然就回来我这边吃好了。反正走回去 Airbnb 很近。我刚刚不小心忘记转弯，所以就经过了 Trader Joe's 跟那个 Joe's Pizza。 Joe's Pizza 刚看到只有一个人，然后这边还有 Target。